真的，长兰真的是童术师，那我们岂不是？他的话我不信，我会亲自去问长兰真相。你亲自去问，那万一……如今青丘无人能伤我，我也会保护好你。嗯，他怎么办？ 带走再说。嗯，询问紫口三刀，站住！站住！怎么回事？突然喊的喊啥的？好一个山门恶女，你竟敢杀了我们青丘大国主！什么？我？我杀了大国主？什么时候？刚才在大殿，我们亲眼所见，你还敢矢口否认？难道我们都眼瞎了吗？这不可能！我刚才没有去过大殿。还在狡辩！抓上来！ 谁敢！龙主啊，你糊涂，你还护着这个玄门恶女，我没有杀大国主。住口！长兰，天耀，你已经在玄门女子身上错过一次，你现在还要一错再错吗？童术师赵玉，昨天晚上已经畏罪服毒，现在尸首已经不见，燕姑娘。 这可也是你所为。是你，你才是青丘的童术师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他一个瞎子还能练童术？你被他骗了！你休要狡辩！你在青丘大殿杀了大国主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我没有。 抓起来！天妖，你在护着这个女人，就是与我们青丘为敌。我们青丘再也不认你这个不讲是非的龙主了。